正係服刑嘅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就申請喺等候上訴期間保釋外出。高等法院喺朝早就開始開庭審理處理佢嘅申請啦。72歲嘅曾蔭權啦，喺朝早咧係著住藍色嘅西裝外套，由囚車啦押送到高院啦出庭應訊。72歲嘅曾蔭權啦，喺今年2月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，判監20個月。佢喺較早前啦，就喺赤柱監獄服刑期間啦，就係覺得氣促，就押送到瑪麗醫院嘅羈留病房治理㗎。